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个消息。 陈松敏素颜拍照的理由，因为网友在论坛上传了捡到陈松敏钱包的事情，并上传了与陈松敏的素颜合照。早上，陈松敏亲自来电话说自己是钱包主人，然后坐着出演过综艺节目的所属公司老板的车来到了约好的地方。之后，陈松敏一个人下车收走了钱包，也为了表示感谢给我了红包，我问他能不能拍照，他说走知道就该化妆了，但是还是非常亲切的合照了。在转身上车为止，也不停的跟我说会收到祝福的，还行了90度的大礼。学生时期打工做领演的时候，本来对艺人们有 非常负面的形象，但是陈松敏刷新了我的三观。不化妆也很漂亮，完全是婴儿皮肤，会收到祝福的。可可，看多了人里面就好像能听到陈松敏声音一样。可可，陈松敏加油！ 지금우리학교는幼稚园僵尸争议。지금우리학교는这个部分是一所幼稚园的孩子们也都感染成僵尸的片段，但是仔细看的话，孩子们在笑。 可可可，好可爱！可可可，变成僵尸了也很快乐。听说孩子们逃跑的画面拍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只要一跑就会笑。所以，其他国家的孩子们也这样吗？ 朴明素对尹希望跟谁去旅游？朴明素的拍照技术非常厉害，会尽全力的给你拍人生照。 而跟喜欢去旅游的话是很幸福，但是拍照技术非常不好。然后条件是不可以自己拍照，只有朴明素或者是喜欢可以拍照，也不可以不拍照。而且拍完后还要上传到IG上。最后就是去过的地方以后也不可以再去。好，朴明素对尹希望，你会跟谁去旅游呢？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一，朴明素，喜欢会拍照又有趣的人，去旅游回来后不能跟喜欢结婚的话就选一，不喜欢拍照但是一定要上传的话就选一，喜欢不是我的所以二没用，选二。好的经典，网上有很多照片可以看，我还是想跟我喜欢的人去。二二二，希望就那几张照片跟喜欢在一起的话，你就是景点喜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谁都无法反驳的爱豆绰号王。第一，Seventeen 队长 Scoops，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Scoops 的绰号。而 Scoops 最喜欢的绰号是 Latdui。然后下一位 爱豆 绰号王就是 Super Junior Kyuhyun。我们来看一下 Kyuhyun 的绰号。而 Kyuhyun 最喜欢的绰号是 Gamgyu。两个人都是饭圈公认的绰号王。总结一下就是 Kyuhyun 生日快乐。 因为想到女儿而失控。9月14号，韩国的一个高速公路路旁升起了浓烟。这个时候，有位慌张求助的一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火势变大了，但是车里有人。这是卡车跟小型车碰撞，小型车被全烧的事件。火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一车辆全烧了，所以在车内的人是无法活下来的。当时车内有一位母亲跟两个孩子，而母亲的背部也着火，在车内失去了意识。火灾事故的黄金时间是5分钟，一定要救出车内的人。这个时候，跳进火海救出一个孩子 的男性，如果没有市民们救援的话，在我们到达的时候，三个人应该都会是死亡的那种情况。我们从车后开车过来，看到前面的车冒出很多浓烟，起火了吗？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听到卡车司机求救的声音，停下车后马上跑过去确认了车内，因为车门破损，好不容易才打开了一点。这时候看到了车内孩子的眼神，突然想到了我女儿就失控了。为了救出车内的孩子，同心协力的市民们终于救出了孩子们。因为火势越来越大，车内还有人，哪会想到还要戴手套呢？ 要救母亲的时候，因为整个车都在燃烧，所以觉得可能没希望了。这个时候，一位大叔说：“一起把车抬起来后，再拉母亲出来。”两位大叔先把母亲拉出来后，接着再有两位大叔分别抓住手脚后，一起搬过来了。在救出母亲后，才安心的市民们。当时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恢复意识后第一句就是：“孩子们呢？”在找孩子，这时候才真的安心了。 好脆泪，大家真的都很棒，母亲也是先找孩子们流泪了，真的想一直听到这种消息，能让我收到很多正能量。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世界还是不错的。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